脸上露出欢笑，心情乐洋洋，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。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把我生命的方向，不再为今天忧伤，心中有主亮光，明天充满希望，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。心中有主亮光，明天充满希望，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，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先一起来祷告好了，请牧师一样带我们祷告。来为他们祝福，全能的上帝，孩子在这里恳求主，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主啊，在座的每一位主啊，在这里安养的老人家们主啊，愿他们的身心灵都蒙你的眷顾，主耶稣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享受上帝所预备的丰盛的恩典，主耶稣愿你每一天主啊，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，主啊，使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，主耶稣也使他们的心能够因着有上帝的同在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盼望，主啊，叫这些老人家他们真是能够靠主能够来站立得住，并且他们要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可以跟朋友们握握手聊聊天好不好？可以大家一起，可以为他们祷告啊，两三个人一组这样子，三四个人。进来信耶稣，真的信耶稣，对，哎，对呀，也是你所爱的，求你赐福，你是在大陆，保守他身体健康，平安，湖北里面有喜乐，主啊，让他认识你，知道主啊，有福气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，对，无限的盼望，觉出你的爱与他同在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好，祷告，好，师母，你祷告。谢谢谢谢，妈，他们来替你祷告哎哈，啊，我们会有得到啊主的恩典，哎是，好，快快的好起来啊，哦，对不对，妈妈，啊，嗯，谢谢，你看他好高兴，眼睛张得这么大，哦，眼睛张得这么大，哎，心里有平安跟喜乐，嗯，对，我们今天早上才去楼下复兴堂做主日崇拜，我们是7月19号受洗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妈妈哈，对不对哈，哦，耶稣爱你，阿爸，耶稣爱你，哦，